主厨，有客人非要点单。点什么呀？惠灵顿牛排、牛肉浓汤、杏仁牛旮旯配香缇丽奶油棉花糖。行家呀，什么复杂点什么，是明摆着来找茬的吧？这三道菜从我配料到给他端上桌，至少得8个小时，他等得了吗？他说，如果您要是做不了这些，就让主厨您亲手做一道拿手菜，亲自端上去，不然他就不走了。我知道，那个你们都正常下班吧。既然点了我的名，我就亲自会会。好的，主厨。好的，主厨。主厨特餐。对，主厨让我转告您，这个点您就只配吃这个。对不起啊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我就是复述一下。什么态度啊？你每天晚上不都得来这么一碗吗？怎么不好意思自己回家跑这儿来刁难我来着？抱歉，我太太。你慢用。你知道是我啊？都这个点儿了，能跑到五星级酒店的餐厅故意撒泼的除了你，整个上海我想不到第二个人。挺了解我呀。不敢。据说当你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时候，基本上你们的离别就近在眼前了。哎，这话有点耳熟呢。不是您说的，那在哪儿抄的呀？啊，对对对，我的公众号以前写过这么一句话。你这账翻得够久远的呀。不，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的女人曾经的经历，做好攻略，避免雷区。嗯，有进步。您看，我都下班了，我就走了。您慢用啊，要不要给你叫辆车？来劲是吧？回家再给我做一碗。等我。